给咕噜，再传给李。那么红队代表就是常常负责李，要带来是不一样的地球方式。首先呢，要先把这球顶在半空中，扑到地面，然后复式飞盘转身，火以后再来 A D 空举起来。来，很好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，耶、yeah ！表现真的非常棒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气氛。接下来呢，我先来问一下蓝队同学。